Hello， 大家好，我是熊哥，来 Temple 啊，最近两场的 Temple 比赛啊，我们的选手都没有进四强啊，有点可惜哇，怎么回事啊？冲进那么多颗球，哇，冲四颗啊，那冲四颗这个就有点简单了啊，好，非常 low 的右赛。这局太简单了，太过几局简单了、哦、这个球做的角度有点大，再抓两颗星，调整一下角度，高杆一颗星就好了，有点小魔鬼，少走了一点，用力一点。分台，因为比较薄，需要用力。好，再一局。现在欧洲选手真的很强啊，因为他们第一个欧巡赛啊，那本身他们欧洲比赛也多，欧洲他们的交通方便啊，那他们。随便一个国家比赛几乎就等于接近是欧巡赛啊的那种氛围了，你把它想象成二十几年前哪怕是台湾自己的职业巡回赛在球场的那种比赛，水准就已经国际水准了，就是那种味道，而且他们人口比我们多，那现在大家可以学习的人各方面比我们多，那当然是他们进步的会更快啊，三做四做到就可以了。好，反赛加点右赛，三做四基本上做到就 OK 了。低杆点一下。打进就可以，做底带，好，做一点角度，这球。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啊，这样还可以，这边还有角度可以打。我本来是要做另外一边，比较花巧一点，但无所谓了，放青楼杆法，反而简单啊。好，两局 Temple 示范啊。那 Temple 现在比赛会，我感觉这个趋势会越来比例上也会提高啊。以前大概十场、十几场有一场 Temple， 现在大概十场会有两场、三场 Temple， 因为 Temple 比较没有所谓的铁球，那慢慢习惯了之后，大家就会看到冲球爆发力。好，保重平安。